五一劳动节这一天，国内著名球星八一男篮主教练王治郅在成都举行了婚礼，大致身着一身军装与来宾合影留念，马未都到场送祝福。王治郅的妻子周蕾是一名90后美女，29岁的她来自四川成都，现在是广西卫视主持人。此番婚礼现场曝光，王治郅身高抢戏，身着军装，而妻子也很漂亮，一群亲友在一起，整个婚礼非常低调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